动定位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小驴子。每年的第一个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期，你们要多穿点衣服，不要感冒呀。去年的一月有很多真正的名曲诞生，像是错位时空呀、白月光与朱砂痣呀。今年的一月可能没有像去年那般惊艳，但也有很多好听的佳曲。视频看到最后，谁知道会不会有让你特别惊喜的歌曲呢？星际闪耀光临，落入你的眼睛，如迷人的水晶，怕浪漫放映，爱是种魔法给我们指引，穿过黑暗森林去寻找黎明。玲珑的大眼睛，高高的翘鼻尖，浓密的眼睫毛让它扎进你心间。这首歌很甜呀，赶紧学起来，跑过去表白吧，说不定能拿下他呢。如果你能给我机会让我好好的爱你，真的只想真心真意对你说。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我爱你一定爱能花都开了牛儿把歌唱，爱到牛郎织女为我们点头。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被分开，现在会不会有小孩？是女儿像你那么可爱，还是儿子像我这个无赖？我脸上挂的微笑都是假的，你个心吗？后所有热情开朗都是装的，你个心吗？我挤出一张笑脸迎合世人，你个心吗？戴雨桐今年年初开始就直接出王炸呀，除了这首歌还有一首他不知道，也是戴雨桐的新歌，非常好听哦。我每天脸上挂的微笑都是假的，你个心吗？我所有热情开朗都是装的，你个心吗？我挤出一张笑脸迎合世人，你个心吗？我看不一定，我可以能言善道，但就是喜欢沉默不语。我知道周围的人不是非就是远离。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，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。歌曲好听不说，他们俩的声音也太好听了吧，什么时候两个人合唱就好了。后来我身边有他，身后有家，但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你爱过吗？从前对妈妈说谎，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张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您还可以观看其他影片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吧。我嫁给了无对门，当爱与不爱又何妨。